You and I.他们第一批的要先走了，第一批呢是五个人，对，然后我现在去跟他们道个别，短暂的道别，因为不是一般飞机。接下来我们去楼上，楼上还有，第一批走的话，楼上还有三个人，去看一下吧。啊！嗨嗨，马上就要去武汉了，什么感觉？什么感想？马上去武汉了呀？对，感觉马上好快，我想赶紧跟我的娜娜们见面，快点，立马马上 now， 快！韩月，嗯，你今天好好看啊！倒也不必，倒也不必。马上要去武汉，什么感觉？看到我这身装备了吗？防弹。防弹。对。砰弹。砰弹防弹。砰弹。等一下，我翻转一下。恐怖恐怖，谢谢谢谢。哈喽，宝爷。嗨。第一次去武汉什么感想？哦，我不是第一次了。我之前去过武汉。嗯嗯。去武汉什么感想？去武汉？哎，你这个。哎。对对对。照他照他，别照我。去武汉应该我想去那边吃好吃的。对。嗯，吃好。武汉吃的辣吗？武汉那边也吃辣的，他们那边也好吃的。哇哦。看我是防弹的。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防弹。先走防弹摸。不就是看到有这个衣服然后就穿了一下。当然是你耳机了。好了走吧。哇哦，看到一只弹琴的小羊。天哪，阳台过热啊！等一下，他的镜头怎么不转？哎呀，阳台过热，这都得烫。怎么办？管老师在线教学。好帅啊，这个他变形了。我觉得你把它先关掉吧，阳台不关了。按两下。你就一站着。别丢了哦。拍摄中禁止操作，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是去在武汉的飞机上，刚刚登机。这是一架承载着我们梦想的飞机，将会开启我们第一场巡演。好会说、哦。看着窗外的美景。Hello。我们要飞了，拜拜。就说去要去看见烟火，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还是很不真实，感觉是只有到了那一天，25号那一天，我才看到大家，我才会感觉哇，我真的去开见面会的，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现在还没有，希望可以表现得好一点，大家不要失望。上飞机之前，我妈都一直在担心我，就是接下来要跑很多地方去巡演。
他一直觉得我是这个地方跑完之后就要跑那个地方，但其实没有，其实中间的时间有些时候也是蛮空的，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在你忙碌的工作之余，你也不要忘了跟家人沟通你现在的情况，因为他们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任何时候都要跟父母沟通一下自己的近况，不然他们会很担心的。不要忘了跟家人及时报备自己。就突然有点想爸爸妈妈。公筷店，我发现一个瘫倒在地的人。我来被抱紧，你根本抱得不紧。Hello。累吗？有点酸，突然一到这个场地就有点酸，不知道为什么。哦，昨晚失眠了，我的妈呀，差点。失眠？为什么失眠？昨天晚上。硬床吗？那床太软了。就是你要睡很硬的那种吗？还是说微硬？微硬就好，微硬，比地板上要软一点。哦，那你有吃东西吗？昨天？不敢吃，吃了一口热干面。那你就只吃了热干面吗？昨天？对啊，只吃了一口热干面，然后就准备睡觉了。啊。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非常的紧了，对，那如果有一天很充足的时间的话，你打算再回来干嘛？找我同学，让我同学带我去武汉。啊，你同学在武汉？对对对对，武汉，好不容易来武汉一趟，我第一次。对啊，我觉得好不容易来武汉，应该得逛一逛，吃一吃，看看风景，该玩的玩。是，对。然后登一下黄鹤楼。走，试音去，试音去了，我们直接去登黄鹤楼去。对，登高，我们去，拜拜。拍什么呀？他在哪儿啊？我不用打这些了，就是这个啊。Thank you.